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面具侠》。韩流在每个国家都一直非常有人气，韩团也是被大家追捧，好听的歌曲源源不断。今天就要推荐最近超火的韩国歌曲。第一首是 IVE 的 Afterlife， 最近抖音火爆的 Afterlife 假刷眼镜挑战，美女帅哥纷纷来挑战，就连宠物们也蠢蠢欲动啦。第二首激素新歌 Flower 刚发布，网友们有的就开始翻跳，有的就仿烟熏妆，但是一不小心又被宠物们抢了风头。第三首是 50/50 的 Cupid， 也是一首今天刚发布的新歌，甜美美都一起 Cupid 甜美手势舞了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最后再来看看夏日甜心舞，又是到了穿裙子的季节啦，大家一起来 Dinosaur 吧。